先看视频。这个巡福贺卡也太有惊喜感了，今天咱们就安排他先带你们把生日快乐的字体给画好，再给他的字体涂上粉色，爱心就涂个紫色区分开。来吧，赶紧截个图，接下来动动小手把内页部分也画好，各种生日元素都来上一点，内页这么看起来还是挺丰富的哈。至于怎么给它悬浮起来，就看这个小机关了，先折叠再粘贴，中间剪开分两半，对折字体，小机关中间站。你是有点动手，有点想看悬浮感一下子就有了，最后再做个简单的封面。